这个故事从我看到雅叔的第一年就开始，那个时候我才两个月大，像垃圾一样被丢弃在路边。当他把我抱进怀里的时候，我就再也不要离开了，因为他让我觉得温暖安全，像一个父亲一样可以信赖一辈子。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家，养得起那个丫头吗？我走了，保重，芝兰。